教育部国教署因原住民族的教育法委托了东华大学开设民族教育研习课程，让国中小还有高中的教师拥有民族教育次专长，并在富里乡的吉拉米代还有达兰布阿美族部落办理为期5天的民族教育实习课程。 为了因应原住民族教育法，国教署特别委托东华大学在富里乡吉拉米代达兰布阿美族部落进行为期5天的民族教育研习课程，分别安排文化主题，例如部落以理性文化以及原民狩猎体验实作、部落营造、保育等等。哇，拍手！ 在部落族人带领导览解说之下，来自花莲、台东的在职老师们特别体验达兰布部落小旅行的游程，体验打弹弓、认识部落的产业以及历史文化等。 民族教育培训课程，参加老师最后将针对主题转化成为适合国小、国中、高中的教案。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